教堂，霸占祖产，勾结匪类，鱼肉乡民，藐视王法，灭绝人魂，其心可诛，其行可鄙，法所难容，罪不可赦，一律当斩。来人呐！在。搞偷诈伺候。请问你状元府在哪里？状元府走到底就是了。谢谢。驸马回府。世美，世美。世美，世美，爹！大胆！你这个疯妇人，竟敢擅闯驸马府，又直呼本宫名讳，你不要命了吗？走！世美，我千里迢迢带着孩子来找你，你居然不认我！住嘴！你与本宫素不相识，你要本宫认你什么？世美，我知道你已经是当朝驸马，可以不认我这个糟糠之妻。可是这两个孩子是你的亲生骨肉，难道你也能昧着良心不认吗？爹，爹，大胆！谁是你爹？你这个疯妇人，本宫念你是个妇道人家，对你容忍再三，你要再不知进退，本宫就对你无情了。陈世美，这是你爹娘的牌，他们命苦等你不归，双双在饥荒中死于非命，如今你不认糟糠，不认骨肉，难道你能连父母天伦都不认了吗？Thank you.
起来回话。秦相爷，你要搞登朝驸马陈氏，你跟他有什么瓜葛？宁父和陈氏乃是结发夫妻，这倒是天下奇闻。那你为何不去驸马府当面认亲呢？我去了，可是他不认我，连他的孩子都不认。你说的是真是假，我不能相信。不过，我倒是可以安排你们见上一面，一看便知。谢丞相大人。好酒，好酒，来，大家吃，尽管吃。请，祝相爷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来，相爷喝酒。来，相爷喝酒。谢谢，谢谢，大家请坐，大家请坐。好酒。启禀丞相，驸马爷到。驸马爷大驾光临，老夫蓬荜生辉呀。哪里哪里，相爷的寿诞，本宫哪能不来呢？祝相爷寿比山高，福寿天齐。谢谢谢谢，请坐。请。不知驸马先乡何处？湖南醴陵。巧了，老夫有一哥哥，正巧也是醴陵人，我这就请他出来为驸马弹唱一曲乡音，如何？好，好极了。白管事，请他出来。身体不适，告辞。驸马爷，秦香莲，我看你跟驸马……他不是驸马，他是我的丈夫。我千里迢迢跑到京城来，亲眼看见了，却没有一个人为我伸冤。我看你们做官的都是官官相护。
民妇一时气愤，请大人息怒。你说起这官官相护，我倒想起一位清官，他也许能为你伸冤啊。击鼓报上名来。民妇秦香莲叩见包大人。秦香莲，你为何擅击堂鼓？民妇有冤。那你说你状告何人？当朝驸马陈世美。你告他何罪？告他欺君罔上，不孝天伦，停亲再娶，不认糟糠，离亲弃子，五行大罪。秦香莲，你是何人？凭什么告驸马这些个罪状？民妇是他的结发妻子，身边的这一对儿女是他的亲生骨肉。你说你是驸马的原配妻子，有何为证？民妇成亲之时有没有证？那证人现在何处？现在丽丽。他们是否肯前来为你作证？回大人，家乡饥荒，度日艰难，他们自古尚且不暇，恐怕不能来为民妇作证。无状无证，你既然擅击堂鼓，攀告皇亲。秦香莲，本府给你一介女流，子女皆有，不予追究，你要好自为之。退堂。民妇本不敢来，是我差遣让民妇来的。他说你是青天大人，一定会为民妇伸冤做主的。大人，大人，王车马汉张龙赵虎，在顺轿。是。开封府尹包拯参见驸马。包大人免礼，请坐。谢驸马。包大人突然造访我这驸马府，不知所谓何事？不敢。实不相瞒，开封府有人将驸马给告下。告状之人乃是个民妇，他叫秦香莲。本宫不认识此人。和他却口称是驸马的原配发妻，那是他冒人关系，别有所图。图者何来？偷拐诈骗，莫非一个才子？驸马，据本府所知，你与那秦香莲在王丞相府中曾经见过一面。是又如何？本府请问，他向驸马爷开口要过钱吗？这倒没有。既然没有，可见不是为财。难道这个女人是疯了？这倒可能。一个妇人身背着公婆的牌位，携子带女千里寻夫，
没想到她的丈夫停妻再娶不肯相认，一双儿女突然变成无父的孤儿，这种遭遇就算急也把她给急疯了。驸马，你说对不对呀？以本宫所见，这秦香莲分明就是小题大做。驸马，她连丈夫都没有了，你能说她小题大做？天下没有丈夫的女人何其多，难道她们就不能活了吗？没有丈夫的女人可以再嫁，她却不行。她若想改嫁，本宫也可以答。驸马，事到如今，你还不肯承认她是你的妻子，她与本宫毫无瓜葛，你要本宫承认什么？本宫言尽于此，包大人，请回吧。秦香莲在道。秦香莲，叩见包大人。秦香莲，你起来。谢包大人。秦香莲。本府已经见过驸马了，他怎么说？他，既然你是他的原配妻子，应该想得到。我知道，他一定是铁石心肠，还是不肯相认。本府现在问你，你状告驸马，本府若是将他定罪，你怎么说？世美若是有罪，他会怎么样？他若有罪，按律当斩。包大人，这万万不可。民妇原以为包大人在判定是非曲直之后会将世美还给民妇，民妇并不希望他死啊。你状告他五行大罪却不想他死，那是不可能的事。这民妇不懂法，既然这样，民妇不告了。你不告，那你又将何以自处？民妇只好自认命苦，带着两个可怜的孩子转回丽丽。但愿有一天，世美她天良放心，将我们母子认下，我就心满意足。民妇这就回去，叩别包大人。安琪，你在府中这段日子，本宫待你如何？恩重如山。你本是名杀人的凶犯。我乃是路见不平才动手杀人的，所以我才救你，帮你洗脱罪名，让你在府中当名侍卫。安琪对驸马也是忠心耿耿。好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本宫有明心腹大患，你替本宫除去，本宫自有重赏。驸马差遣，韩琦万死不辞。站住！你可是秦香莲？我是。啊！快跑！千古。